哥，工人都不干活了，管不住了。走。你看，你看，一会儿可是真掉了啊！对啊，这冒险出事儿，谁知道呢？谁敢在这儿？这不能干呀！这千万别出事儿，可是说什么呢？别安排。老刘，你们这是想造反呢？啊，为什么停止作业？你们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呀？坑道里掉石子儿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去？瞎说什么呢？掉什么石子儿？我瞎说。顶板从昨天上午就开始掉这儿了，你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站的什么地方？ 地下400米，真要出了事儿，你刘三胜负得起责吗？赶紧去告诉老板一声去。少废话，我负不起责，我在这跟你瞎说什么呢？啊，行，赶紧干活去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把所有工人撤出去。你唬你了是吧？干什么？放开！ 大宝，来来来，大宝，快，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，怎么了这是？大宝，大宝，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刘三少，必须把人撤出去。嘘。